果小伙伴们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，记得点个赞，同时点击右下角 subscribe 关注按钮以及小铃铛，以便继续追踪我们的节目。同时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以及其他频道，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好房产。下期节目见。